都什么选择呀？这是，你们就累死我就完了你。天涯情雪多少爱，江湖夜雨是非愁。哦，干这行最大的乐趣就是站在台上跟观众可以互动。哎，这我们的特点，大伙儿一定要珍惜我们这门艺术。好，因为你要是交响乐、芭蕾舞，你要这样的话，容易被人打出去，人家不允许。说相声可以啊，互动嘛。嗯，有的时候观众还喜欢搭个下茬，说个话。哎呦，真有高的，是吧？嗯，当然三五年能碰见一回啊，大部分就是瞎喊啊。啊，挺像，挺像，你看这喊的有道理。这三五年才碰一个。这三五年一直是他。你是有多爱我啊，谢谢你跟你吧，带着男朋友来的。哎嗨，一会儿出去让人开了怎么办啊。谢谢吧。嗯，观众对咱们这是一种厚爱。对啊，无以为报，还爱只能好好说相声。嗯，我们也是真没出息，没有别的手艺，就会这个嘛。上小学的时候老师问你们长大干嘛呀？啊，我们一般啊个顶个要当科学家，都是就我一个人要说相声啊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依然说相声。是啊，我们这帮科学家都没饭现在啊。人得有自知之明。对，这些年其实风风雨雨什么事情都遇到过，经历的多，很好。嗯，雷霆雨露俱是天恩。哎啊，人活着就这样。嗯，跟画画似的，画画画那山有高有低。哦，人生原本如此。哦，画这山都一边大一样高，那是一剃窝头啊。嗨，就得有高有低，今儿高兴了，明儿别扭了，啊，后天发财了，转天丢钱包，挺好，这都过日子嘛，人就是这个呗，是吧？嗯，尤其咱们这都普通老百姓人家啊，你跟人家他那咱没法比。我怎么没法比呀？那大户人家出身，怎么就谈不到大户？要别人说，别的说相声站台上这家有钱，那都胡沁。不可信，我说这个都是我亲眼得见。我们家有钱，一块长起来的啊，打小吃饭他花钱，嗨，喝茶他花钱，有就花呗，哪怕去那个地方他花钱。去哪个地方？新华书店。啊，谢谢谢谢大家啊。新华书店，感觉您管新华书店叫那个地方，嗯，哎，你叫聂个地方，嗨，怎么说话呢？这都是人家给咱们花钱，有就花，跟亲哥哥是一样的，就是这关系。三岁习文，嗯，四岁学武，对，五岁胸口碎大石，我还是练过。这二十岁参加工作，嗯，你。二十岁参加工作，五岁就胸口碎大石，中间这几年我干嘛去了？养伤。我跟大石，我们谁碎谁呀？我呢？惨着了，当年呀！我碎他干嘛？我这打小一块长起来的啊，好哥们儿，好交情。嗯，一上学，我们学校啊，嗯，最有钱就是他，不还是钱吗？没事就数钱。哦。老师上面讲课，他掏这点钱来。哦，你们听课，我数钱。据说他这个毛病跟他们老爷子学的。我爸爸也数钱。老爷子数钱数的都没指纹了，指纹都磨下去了。出那苹果手机，我送他爸爸一个，不要。为什么呀？开不了锁。就靠这个没有。哎，钱儿随他爸爸。我也数。数钱，嗯，同学之间只要他看见没见过的东西啊，这新鲜没见过哦，买就买那没见过的，就是，哎呀，你是没见过那个花钱如流水啊，真有钱啊，数钱，嗯，看见同学，嗯，吃的什么？哦，同学就傻了啊，油条，我连油条都没见过呀，啊，我这什么有钱人呢，我这是。没见过整颗的，哎嗨，净捡那剩吃的了。人家他们家买了之后都得弄碎了全家吃，啊，我们这喂鸡呢是怎么着？大户人家单有一大厨子啊，早晨现炸油条，厨子都得嚼碎了，嚼的。哎呀，全家人拿牙签炸着吃，那可不如吐的腻乎，整根的它新鲜啊，哎。来给我吧，来这个，数出100块钱来，哇，扔同学脸上，哎呦，抢过来，
可见着整根油条了，没我们家那个咸，这多新鲜呢、啊！厨子口重，就是这么有钱。啊、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吃的玩的呀。啊，我印象特别深。嗯、啊，我母亲他们单位组织上那个秦皇岛北戴河海边，哎，就是山海关啊，带着孩子说一块儿去旅游，去几天玩玩呗。那一回来之后，我就美得都不行了，没出过远门，没见过什么啊。又回来之后，呵，那儿怎么着，这儿怎么着，白活就好，小孩那个状态。哦，他这看见了，郭德纲，哦，伸手，怎么着？伸手。啊，那这几个小贝壳卖给我吧，这也买、啊嗯？不给，打死你啊！哟，给你500块钱，500块钱买几个贝壳？5个小贝壳，他拿走了。哎呀，长大了才知道了。知道什么呀？那是开心果的皮儿。哎哈，连贝壳都不是，干的，这俩糟钱花的了。这小有钱。有钱就这么花呀、啊？欺负我们这些个穷苦的孩子，谁欺负谁呀、啊？这是拿我们当傻子一样的看待、嗯，用万恶的金钱砸在我们的脸上，万恶的有钱人、啊，嗯，把我们的饼、馒头、苹果糊都抢走了，啊、好容易碰上不嚼的了，嗯，一起成长起来啊，感谢当年。那是真的，就人家是大户人家。我上他们家去，我见过他曾祖的一张照片。怎么他就有照片？曾祖啊，啊，那是清朝啊，啊，当年摄像是有了，照相技术都有了。嗯，哪个一般老百姓谁见过呀？照不起呀、啊。李鸿章有照片，我见过。那是多大官儿了？左宗棠有照片。那是。慈禧太后有照片。那甭说了。慈禧边上那是不是你曾祖？对，不是。小嘴巴干干净净啊，没胡子那个，不是，不是啊，啊啊，不是啊啊，他哦哦，你曾祖有胡子，多新鲜，顶戴花翎，黄马褂，山羊胡子嘛，这大官儿啊，坐着啊啊，后边是中堂挑山对联，还有对联，嗯，有一副对联，写的什么呀？上联是吃亏是福，哦，下联呢？福如东海，哦，这得吃多少亏呀、啊？这得，曾祖啊啊。当什么官儿可记不住，咱也不懂。甭记，好像我后来在网上查过他曾祖，那会儿就是在冷宫卖冰棍儿，是吧？这能卖得出去吗？这冷宫里卖冰棍儿，卖冰棍儿是管冷气，我忘了，就是哪样也好不了啊。嗯，后来是负责那个鹤顶红的品鉴，这差事官运不旺吧？上任当天就死了，啊、那就是来活了。所以后来你。你祖父就说嘛，啊，咱们家不要再做官了。为什么呀？啊，做官不行，曾祖那么大官，最后还死了呢。嗯，对，咱们有好身体，好好活着。对，他祖父这份的，怎么就好？大户人家又趁钱呐，啊，他祖父家里边妻妾成群啊。我说咬言杂字那么狠，妻妾成群的，妻妾成群，妻鸡成群，没有鸡。啊，妻妾成群，啊、哦，行，好吧，反正挺有钱的啊。他祖父那会儿说：“我有好身体啊，不能像我父亲似的死得那么惨。”是，从小练武术，哦，也练家子，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、躺棍射棒、鞭锏锤抓拐子流星。嚯、哦，带尖的、带刺的、带轮的、带刃的、带绒绳的、带锁链的、带倒齿钩的、带峨眉刺的，嗯，全练了，都会。走南闯北练武术的名家都教过你祖父，那叫投名师访高友。最厉害那个铁砂掌的名家啊，多厉害呀！ 啊有一铁砂掌的大侠，两手上的功夫，一个巴掌就500斤的力气，这么大力量，俩巴掌铁砂，俩巴掌啊，1000斤，多大能耐大侠。哦，可惜怎么死在了一个清晨？哎呦，怎么死的呀？嗨，啊，早上起来呀， 啊洗完脸拍爽肤水儿，啪，碎了！这么大能耐跟自己使什么大劲？大侠，什么大侠？大虾这是？这教过你祖父？哦，这死之前那是，可不死之前呗？啊，还请了一个大侠，这有哪位？练这个。地躺拳的高手，这是下三路的功夫。地躺拳往地上一躺、啊、千军万马你也弄不过，能耐大极了，跟地上打，是是，
就是可惜，跟人矫情啊，在河边那坡上啊，轱辘到水里去了。哎，他又不会游泳，哎呦，躺在河里淹死了，在地上全白练了。哎，还有一位啊，有一高手，是高手，也很厉害，也是，嗨，没有不精通全行，都会，就是跟人。陆林道上江湖仇人多啊，把这时候俩胳膊切了，哎呦，给他胳膊切，外号叫双刀李老大爷。对，哎，俩胳膊都切了，还双刀呢？这把这刀把绑在这俩裤衩上。哎呀，哎，你这么大能耐，别让人把手剁了，好不好？是吧？然后你祖父给他接下来，啊，多厉害！这儿绑俩把刀，哦，在家专门的负责剁馅儿。哎，这嗨。这么大能耐改厨子了，厉害呀！就这些个高手都教过你祖父啊，祖父也是练得太厉害了，最后走火入魔了，又练乱了，得病了，又全身不遂。哎，全身不遂，得了两回的半身不遂。哎，大爷得叫半身不遂。哎，那全身不遂别动过呢，不能动啊，脑子很清醒。哦，真不能动了。哎，也不能说话。哦，眼珠很灵活。管什么也不能坐在床上净飞眼儿啊，哪儿都不能动啊，就是天天这样。哎呀，植物人了，厉害呀！啊，家里说这怎么办？赶紧给冲洗。怎么叫冲洗呀？早年间有这说法，娶个媳妇进来叫冲洗啊，办个喜事儿，这才把你奶奶娶进门来。哦，照顾你爷爷。是是，打一过门，老两口子生了七个孩子。哦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。就靠眼神就生七个孩子，就光这样就生七个孩子，要强啊！这是要强的事儿吗？个性，个性。废话，七个孩子，起了七个名儿，可多新鲜呢！大葫芦、二葫芦、三葫芦、四葫芦、五六葫芦、七葫芦，葫芦娃是怎么的？奶奶一喊，那么叮当了，咚了当，净听声儿。说这意思吧，啊，说这意思吧，哎，反正大户人家就是不一样。啊啊，这都是听他父亲当年给我们念的，这事儿也念叨。那、啊、当然了啊，于老爷在我心中永远排在这号，啊，高人。那正经的大少爷，啊，是秧子的，他父亲。那有个名词叫纨绔子弟。哎，纨绔子弟干嘛？玩胯都玩出花样，没听说过啊？那骨头坏死了，那是。不是，纨绔子弟，先玩裤子，然后再玩胯。脱了裤子玩，玩胯骨轴，去去啊！你听说啊，对啊，玩纨绔子弟，纨绔子弟。对了，年轻那会儿，他父亲开大汽车啊，老死来死。哎，好，奔着死去的那是。那年头，那年头，他爸爸就喷法国的香水。嚯，法国什么牌子好啊？没没听，特别好，咱拿一瓶，没闻过呀。等会儿没听清吗？您说哪个牌子？法国的啊啊，没听见。哦，特别好闻，一闻。更不清楚了，您说明白点，大伙儿也都清楚哪个牌子？王守义哦，十三香啊！我爸爸出门喷一身佐料，感觉让你爸爸从我这儿过，我就饿得都不行了，净想烤串了。嗯嗯，他爸爸那会儿真是没见过这么上流社会的人哦，老头他年轻那会儿就天天吃西餐，那时候就吃西餐。他父亲那个刀叉啊，纯银的。银质纯银的那好家伙，您那大叉子一米五，哦，一米五叉子，爸爸扛着叉吃西餐去，哦，嗯，这不是吃西餐去了，我爸那儿取经去了，那真的啊，要说相声呢，跟人他爸爸比就得死去，怎么死去？哎呀，我们这行能救活，什么叫真的？就单吃啊，就是能凑合。啊，我们有一个不错的哥们儿也说相声，咱别说是谁不合适啊。嗯，这就是没见过没吃过，怎么了？眼界不开阔，吃什么去了？当年刚开那个自助餐啊，说相声这朋友就去了。哦，顶门进去，趟一推门进去，35块钱一个人嘛。啊，那是便宜，记得特别清楚。咵进去，先喝了三瓶碳酸饮料。哎啊，坐在门口台阶一边哭一边打嗝，知道吗？哎，35块钱喝三瓶水啊。对，白去了啊！回来问我，我怎么就上了当呢？我应该吃啊，我喝什么汽水啊？早干嘛去了？我说你再去你就玩命吃，就吃回来了啊！我吃什么能把这两回的70块钱吃回来？哼！我说你吃海鲜吧，海鲜还贵呢，捡贵的吃。这回去，这回行了，吃海鲜了吗？吃了20斤海带。哎嗨，
系上扣了，这辈子就说相声干的事儿 啊。跟着他爸爸怎么比？我爸爸怎么样？哎，人他爸爸刀叉啊，坐在这儿，服务员过来了哈。哦，认识于先生啊。哦，今天有特别新鲜的牛舌，您要不要？怎么那么恶心？牛好恶心！怎么了？牛嘴里出来的东西我怎么能吃呢？牛嘴里的不要牛舌头。哦，那有鸡蛋吗？啊，吃屁股里出来的，嘴里的不吃，屁股里出来的吃。啊，不懂你们这有钱人是怎么活法的？没有这么挑的。吃西餐，哎，啊，牛排要几成熟的？啊，一成熟。哎，好，火上燎一下就行。哎。一刀下去切大动脉上，哎呦，滋你爸爸一脸血，哎，太新鲜了，坐着吃，哎，有身份啊！吃完了，来一杯人屎咖啡。对，去，没听说过啊，那叫猫屎咖啡，猫屎最好的那个，啊，最好的啊，猫屎，猫屎咖啡，对吧？啊，这个据说合人民币400多块钱一杯啊，那叫猫屎，麝香猫吃的咖啡豆，哎，排出来之后经过处理磨的咖啡，哎，猫屎咖啡。对了。产量低呀，啊，人屎产量高是吗？那也不能吃这个，那还得是猫屎的。反正是大户人家啊，有这样的家庭才会有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。家里边熏陶，这些年我冷眼瞧着谦儿哥啊，说实在值得学习。怎么？我比他年轻，有时候脾气还冲一点啊。这两年好点，累了，倒退些年净跟人打架。是啊，谦儿哥没有，我脾气好啊。你哪怕。面对面的你脆的啊，别去说说就行了，示范一下嘛。啊，不用脆完了他是啊，没事不还口。哎呀，这是圣人一样。当然啊，他也有看不上的人，谁都有仨心俩后，他也有讨厌的人，不喜欢的，他也有仇人。那我怎么办呢？把这些人的名字都写在孔明灯上，然后呢？亲手送你们上西天。哎，好，我这人太阴险了。哎呀，第一有钱，第二重情。哎，重情这是最对的，这点也随老爷子。我父亲也。老爷子年轻的时候，只要眼睛看得见的女人就爱。哎，这叫重情啊。啊，这点他特别好。我也这样。我印象中啊，就是，他结婚之前只交往过一个女朋友，那是正常的吗？我见过，哦，好些年了，是吗？叫彪子，哎，我女朋友叫彪子，这好得了好不了了，这个比我胡子茬还重一点，好轻的，一脸护心毛，哎，啊，这怎么长的？是叫彪子，是肖子，对，好，挑子是吧？行了，啊，哪都不怎么样。那会儿我就印象就交往过一个女朋友，行，啊，俩人那会儿还挺恩爱呢，刚交往。带着彪子俩人喝奶茶去，彪子大杯的黑珍珠奶茶，喝一人吸管啊，呼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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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喝呢是吹呢？玩呢这是啊？彪子问他，钱儿，等我长发及腰哦。这两年网上有这词儿，刚学的，那都人家玩剩下的，早我们就说，十几年前人就有这个呀，这是对句吗？彪子，等我长发及腰，我得接呀。谦儿乐了啊，拉屎要撩啊！嗨，想哪儿去了这是？妈，乐了都不行了，俩人啊。啊，彪子说：“谦儿，假如，假如我又丑又笨又胖又傻，你还爱我吗？”嚯，谦儿乐了啊，干嘛假如？就是啊。哪有这么说话的呀？那会儿年轻，说话愣啊，就直说。这一说，人彪子正喝奶茶了，看，一枪啊，黑珍珠打鼻子眼儿出来，哎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满桌子都是，太难受了。谦儿乐着，可不乐吗？别吃了，多脏啊！这，哎，我看看啊。什么乱七八糟！彪子一瞧，恶心坏了啊！站起来哭了啊！夺门而出，人家跑了。谦儿赶紧追，追他，把门夺回来。哎，这彪子抱着门跑的感觉，这叫夺门而出啊！给夺回来了。
好家伙，就交往一个女朋友啊，后来跟我们嫂子结婚了。哦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是前生造定事，莫错过姻缘。好话呀，两口子恩恩爱爱，我们不错。刚才在后台换衣服，他一脱这裤子啊，我感动的眼泪都快下来了。感动什么呀？人家两口子感情真好。怎么见得？他跟嫂子穿的是情侣裤衩。哦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去，少来这套啊！你告诉我，你怎么知道是情侣裤衩的？你别想啊！怎么意思这？我听高峰说的。哎，好，合着就瞒着我一人呢。挺好啊。玩笑说玩笑，谦儿哥这些年正人君子，不错。真的啊？什么叫歌厅了？没去过。啊，不去那地儿，风化场所没去，哎，不喜欢。真的，包括倒退个十几年，街上竟有那个洗头房，都见过吧？有小玻璃屋子，里面亮一粉灯啊，里边坐一大姐姐哦，愣说她是美容美发的啊。那个屋里翻遍的，连一把梳子都没有，根本就不干。唯一的工具就是那凉席儿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床啊。谦儿哥打那儿过都不知干嘛地，这不去吗？过他就走过去了。哦，屋里那大姐姐敲窗户喊他，他们都叫，噔噔噔啊，玩会儿啦！嚯，俩谁玩谁呀、啊、这？这声就能把他吓住。那可不是吗？这声啊，多少钱？这还问价儿？这是吓着了吗？这个吓一跳啊，没去过。我们这儿啊，我们这儿说一下，我就知道有俩人没上那地儿去过。哦，还有吗？一个是于谦，一个是孙越，没去过。哦，孙越也是正直。孙越见过吧？啊，跟岳云鹏说相声那胖子啊，比这桌子还宽。就是。孙越那裤衩脱下来不穿上，你不知道干嘛用的。啊，没有型那个。大胖子，就是孙越没上洗头房去过。他也是比较正直，进不去。门窄呀，感情是让人出来，人家又不愿意露天作业。哎，没有露天作业，知道吗？我就认识这么俩好人，真的。剩下你要想找说相声的啊，甭管是一级演员、二级演员，得过奖的、上过大赛的，那地儿都有。哦，他们能包了场。哎啊，谦儿哥，君子。哎，谢谢您吧。有点时间就跟家写字啊。画画啊，就喜欢这文房。那是中国说相声啊，第一个用电脑的就是于谦儿，是吧？我这不是用电脑呢，我这是刻毛豆呢，我这干嘛这么近？一个，哎，电脑只要更新换代啊，你问他，谦儿哥这又怎么回事了？当当当的给你讲，我门清。那是啊，那天告诉我了，来趟来趟来趟，怎么了？出了世界最新的电脑了，什么电脑？万能电脑。嚯，万能电脑啊！这个人沾电器，我就跟傻子似的，不懂。去吧，到那儿看，看半天，我这什么玩意儿？万能电脑啊！亮了灯，里边一个盘子来回转啊。他告诉我，过来过来。怎么？那是微波炉。哎嗨，您也太不懂了，这个。我哪懂这个去？跟傻子似的呀！啊，你看他坐的电脑跟冰箱那么大，这么大电脑。哎，谦儿坐在这儿啊，万能电脑。哦，我这个有什么万能的？你出题，出题他马上就知道。什么都知道。哎呀，语文、数学、历史、地理、天文、星象，没有不知道的。那出个题，我问啊，电脑啊，79846.5啊，乘以98641.2，再加上19999等于多少？好，电脑半秒不到，啪，答案是不知道。哎，这嗨，哦，回答了就算答案呢？万能电脑。什么万能电脑？谦儿乐了啊！你这是胡来，他知道逗着玩，他还不好好理你。哦，万能电脑有人的思想。你给我给他来一个。我问一个。是是，电脑。嗯、啊，我爸爸在哪儿？这个生活问题都是。电脑噔噔噔噔噔出字儿啊！你爸爸在河边钓鱼。他真知道。啊？他愣了。不对呀、啊，我爸我妈在美国旅游呢。哦。我说你这输入法有问题。是吗？换个方式问他。你再问电脑啊，我妈的丈夫在哪里？哦，电脑出字了，说你妈的丈夫在美国旅游。对了，但是你爸爸在河边钓鱼。哎，去你的！下面请您欣赏《接驳论》，表演者高峰、栾云平。
谢谢老朋友们。哎，这个剧场啊，我们并不陌生了。嗯，跟大家呀、啊，在这儿团聚了十来年了。常来。郭德纲、于谦是优秀的演员，我们的榜样。今天呢，也是一个好日子。这日子啊，在这里呢，是一场特殊的晚会。嗯，纪念我们的相声前辈，哎，侯耀文先生。嗯，逝世十周年。是。侯先生对相声艺术有突出的贡献。啊，对这个相声的后台啊。就是培养了很多相声演员。对啊，你看我们这个主持人叫侯震啊，侯震管侯耀文先生呢叫什么来着？叫三叔啊。这个侯震呢是侯耀文的侄子啊啊，你看他这个关系啊，他特别的微妙。侯耀文是侯震的，你差不多了吧？不是，他们这个关系他容易乱，您知道吗？我感觉我乱了。侯耀文先生也是相声世家，哎，爱听相声的朋友您都知道，嗯，侯先生啊师出名门，对，他的老师呢叫赵佩茹，嗯，艺术家，是，他的父亲叫侯宝林，呵，更了不起了，那可不是吗？这个侯宝林是侯耀文的爸，哎，这个我也爱搭茬儿，他这关系特别乱，他这玩意儿容易乱。侯耀文是侯宝林的儿子啊，这不是，没完了还。这样呢咱就都了然了。是啊，今天我们纪念相声先贤，嗯，侯耀文先生啊逝世十周年，哎，同时今年呢也是侯宝林大师诞辰一百周年，一百年了不起的日子，嗯，来这么些朋友支持相声啊，支持德云社，嗯，支持郭德纲，哎，侯先生的徒弟很多，对，最有名的就得说是郭德纲，这还真不假。郭德纲于谦呢是全球最有名的相声艺人，可以这么说，培养了很多学生，嗯啊，这也是郭德纲的徒弟，哎，对，我有一好老师啊。你叫什么玩意儿？我怎么叫玩意儿？不是，我就问你怎么称呼啊。栾云平，栾精灵啊，国际巨星栾先生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您都没听真呀、啊、您不是姓栾吗？我姓栾，栾精灵。哦，栾精灵，姓什么都是精灵。栾什么灵啊？栾云灵啊。栾云灵，这个云灵，你都给我搅和乱了啊！我这名字里边没有灵。您叫什么名字吧？栾云平。栾云平，哎，一听就是郭德纲的徒弟。怎么？郭先生徒弟排四个字，嗯，云鹤九霄。是头一颗云字科，大家比较熟悉啊，岳云鹏，嗯，张云雷，对，陶云胜，啊，李云迪，嗯，是吧？马云，啊，赵云，好家伙。越说越没边儿，这都是他徒弟，李云迪、马云的、赵云的、岳云的，这都不是啊。前面那几位呢？哎，这都是郭先生学生，郭德纲的徒弟。嗯，你也是啊，栾云平吗？对对对吧？贺字科也有很多了不起的啊。刚才说相声刘鹤春、关鹤柏，嗯，那是贺字科的徒弟。对，刘鹤春这个人有意思，他怎么样？刚才说结婚那些事儿的那个演员，嗯，来德云社十年了，是有朋友熟悉他，还送礼物，哎，大家喜欢他。对，但是去年呢，刘鹤春呢？没参加演出，哎，断档了，有点个人的原因暂时离开了，嗯，现在回来了能跟大家汇报一下。是刘鹤春去年干嘛去了呢？您说，我一说您一听千万别乐啊，嗯嗯，我说都真事儿。刘鹤春去年出家了。对，出家在尼姑庵里边当喇嘛不到俩月让人看出来了，老尼姑说你这胡子怎么比我还长呢？这是什么庙啊？这是啊，不是出家了吗？喇嘛庙当的喇嘛。不是，咱没出过家呀，咱不知道。可是我也刚还俗。现在他重回相声舞台，嗯，给大家送欢乐，哎，自己改编的段子，对，啊，有点意思啊。他那个搭档呢，大家还记得吧？刚才跟刘鹤春合作那个演员，嗯，姓关，叫关晓彤。在我们后台来说呀，关晓彤就这模样啊。都说关晓彤挺火的嘛，我不能谁火他就关晓彤啊，这都也姓关，这都长烂了，这位都快叫关什么？关鹤柏。关鹤柏，哎，这是我们后台啊马上跟关晓彤一样火的演员，私心吧。过来您注意看微博啊，过来不定谁跟他表白一下啊，这啊鹿晗给他救，哎，可能是他媳妇儿，他媳妇儿，哎，关鹤柏哪三个字呢？关呢就是那个关羽，关羽死在麦城是那个关啊，鹤呢是那个驾鹤西游的鹤，这个柏呀、啊、好像是那个苍松翠柏的柏，关鹤柏先生，这名字就是纪念侯先生。哎，
反正这个送殡的名字，贺春贺柏都是郭德纲贺字科的徒弟，嗯，往下九字科、肖字科慢慢都成长起来了，哎，就是好样。云字科呢，还是舞台经验比较丰富的，哎，演出长啊，除了他啊，剩下那些人呢，因为长期的活跃在，等，怎么叫除了我呀？我没听真这句。这不听真了吗？不是，除了我，怎么就除了我？除了你，那些位就是说的挺好，说的挺好。不，您的意思是我说的不好？你说的更好，你说的更好，我都没想到。你比那几位说的强啊！因为郭德纲啊、于谦呢，重点培养你啊。郭德纲、于谦都是他老师啊。对对，郭德纲是他师傅啊，于谦是他师娘。是啊，在德云社呀，于老师是我师大呀。我不会排辈儿。这是排辈儿的事儿吗？是你是哪个重要啊？这俩什么叫哪重要啊？哪个重要啊？对于我来说都重要啊，就是都是你的长辈啊。这俩是全球有名相声艺人，这么二位每天教他说相声，他有什么理由说不好啊？就是，结果还是没说好，是吧？我还找不着理由。说的不错，说你有点差距，是拿您跟吴鹤臣相比，您稍微差一点。好家伙，这是我们后台的优秀演员。哎，说实在的，你也不错。我慢慢进步。叫什么来着？这脑子可能跟不上，名字太绕嘴。您是叫这个栾云云？不，栾什么？栾云平。栾云平说的不错，脑子怎么样？咱搁一边啊，就是他这个勤奋劲儿，他一般人还真不如他。不是，每天早晨五点来钟他就开始出门背唐诗，你知道吗？这都跟笨鸟先飞嘛。不是，你先等会儿，我脑子怎么就笨了？脑子太慢了，你不承认吗？我根什么叫不承认？根本就不笨，不笨。你当着大家，当着大家，我测试测试。侯先生在天之灵啊，看着你呢啊，多瘆得慌啊！你要笨，一会儿就给你收走，一会儿啪剩一大罐在这儿啊。好，就这票值。厅长，厅长，问什么说什么啊？说在大海当中这么游的是什么生物？这海马。好好，有点知识。替我知道。继续啊，说在大海当中这么游的是什么？水母。不对，水母是这样的，咱题目是这样的，章鱼，章鱼镇，咱这是这样，我还真不知道，五个海马一块游，来，来吧，这侯先生应该把你带走，侯先生教我的，把我带走干嘛呀？这多无聊呢，那无聊干嘛？你没答上来啊？三十多岁会抓挠，脑子太笨。承认了吗？不承认，我什么我就承认，这五海马一块游我就承认了，我还不承认。不承认怎么办吧，换个方式测试你。哎，我欢迎了。大家朋友都看着呢啊，我出几个问题我考考你，哎，看你答得上来答不上来啊。姓什么呀？栾。还行，您够聪明的。当然，今年三十多岁知道自己姓栾，你这脑子是不是？你问我姓什么，告诉你我姓什么呀？这么回答考不出脑子来，咱来一回所答非所问。不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这个答案跟我这问题别挨上就算对了。我还真不太懂。只要这个问题跟答案没关系，你算正确。是吗？比如问你，你吃饭了吗？没吃。挨上了。不饿。有关系。待会儿再吃。有关联。我正减肥呢。不对，先放冰箱里。别说了，微波炉里热热。我问你，你吃饭了吗？你说吃了，没吃，一会儿再吃，现在不饿，这都跟吃饭这个话题有联系。嗯，有联系就算错。是。没联系就算对。逆向思维啊不好来。怎么叫没联系？举例子吧。嗯，比如我问你，你吃饭了吗？我怎么答呀？你说我有痔疮。这两句话问题跟答案挨得上吗？没有，没挨上。有关系吗？没关系。哎，没关系就算对了。我就介绍病情就行了。哎，对的，越说越远，越漫无边际越算正确。好好好。哎，只要一挨边就算错啊。行，也别多问，五个问题你就得挨上。挨不上。你精神没反应没这么快。这题没什么。五个题啊。嗯，开始了啊。哎，你贵姓啊？我痔疮。今天礼拜几啊？我脚气。你多大岁数？我也上火了。几句了？三句了。你挨上了吧。哎呀，这太神秘了，这个这绝了，这个我说实在的啊。哎，别乐，脑子太，别乐，接着来啊。我还没不用来了。嗯，已经挨上了。多大的事儿啊！你看，我问你几句了？三句了。你这不挨上了吗？哦，这也是一句啊！多新鲜，几句了？这不问号吗？第四句啊，这第四个问题啊，这是。哦。我问你几句了？三句了。挨上没挨上？对不对？我问你几句了？你说我爸爸自杀了，这多好，这个。你挨不上了。是挨不上，我跟我爸爸都挨不上了。你挨不上，就您的反应不过来，咔嚓就掉沟里。
我是没注意，我哪知道您这是哪是题里哪是题外啊？没有题外，都是题里。行，咱不说题外话。行行行，每句个问题都算啊。啊，怎么样？好，好，承认了吗？不承认，弄我还挺紧张。嗯，再来。再来一遍，哎，还是五个问题啊！再来五个问题，这回更简单了，重复的问题。行，还是刚才问题，每句都算啊！好嘞，好嘞。贵姓啊？我智硕。今天星期几啊？我叫季。你多大岁数？我有点上火。几句了 ？Thank you very much。又错了吧？没有啊。哎，错了。最后一个题，你没坚持下来，你。这是题吗？又错了吧？问号啊，又错了吧？没有啊，错了。你看又错了吧？我爸爸自杀了，你这不就对了吗？哎，我老告诉你这谜底了，我老忘了我爸自杀这事儿。你承认了吧？你就承认了吧？我承认什么？承认了我？反应不过来呀、啊！你看你不行不行，你这成心绕的人。你看看他答不上来，他是我们绕的人，这是说相声的呢，基本功。这也是基本功，脑子反应快慢，猜个谜语啊，说个灯火啊，对个春联呢、啊，这都是基本功。对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基本功。我为什么老跟他逗啊，拿他开玩笑，关系好。是，台上你看郭德纲老拿于谦开玩笑、嗯，证明俩人有交情。对，后台其乐融融啊，关系融洽，嗯，才开玩笑，就这么和谐。我们两个人关系就更密切了。咱俩也好啊。我是他爸爸，您的干儿子。对，这对，对不对？我是他爸爸的干儿子，是他是我儿子，没听说的干爹。对对对，我媳妇儿是他妈啊的干闺女，这他妈是我媳妇儿，不是的干娘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说话不会断句儿是怎么着？不，我气息短。你气息短，你老是我爸爸呀。我气息短，我你得切碎的说。你甭这儿切碎，你好好说。这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。你当着朋友们，你说我是不是你爸爸？又来了的干爹。是啊。啊。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侯先生。对对对对，甭问，您这老找便宜，你瞅我干爷爷了。啊，你不要客气。我客气呢，这是。你老是这么谦虚啊？不啊，太低调了啊！咱俩是好哥们儿，好朋友。我父亲是你干爹。哎，互相的。对，互相的。这干爹没有互相的，是不是？我父亲还是你干爹呢？这么互相的呀、啊？我也有时候不爱认。说学逗唱吗？嗯，说相声的呀，说学逗唱。对，这是四门功课啊、嗯、啊！唱呢指的是太平歌词，是数唱来宝。嗯，郭德纲太平歌词唱得好。对，因为什么呢？条件好。嗯，郭德纲天生有一个好嫂子，啊，我呢就特别爱他的嫂子。唱是吧？嗓子。嗯，嗓子，我怎么表达的呀？您说您特别爱他嫂子，哦，那是去年。嗯，这个嗓转移了，嗓子不错，嗓子不错。一会儿啊，您要是鼓掌，掌声热烈，让他给您唱太平歌词，对，唱得好。嗯、他唱的太平歌词都太平间味儿的，都是啊，唱太平歌词味儿，就太平间味儿的太平间词，反正有点意思。太平歌词。还有一个唱的就是数唱来宝，嗯，后来发展变成快板书，哎，和快板儿，嗯，现在还有音乐快板，是非常的全面有意思。对对，啊，这个不是我起不瞧你啊，因为这个呀，这叫什么语言？这叫就是说起不瞧你啊，这词儿叫瞧不起。我可不是瞧不起你啊，因为快板啊，快板书啊，这是童子功，是童子功。因为从昨天下午你就不是童子了。所以我呢，把这个功夫呢坚持到了今天。是你看见了，是你瞧见了的。他告诉我的。甭了，我怎么不是童子啊？不是，咱不瞧见这个啊。这快板我怎么不会呢？这就得从小下功夫。你有那功夫还玩游戏去呢？你能研究这个吗？我先辈啊。是吗？啊，你也是先辈啊。我先辈干嘛？不是你先辈吗？我先辈啊。先辈是吗？玩也玩，学也学。我不相信。当着各位朋友，今天这么办吧，当场 PK， 怎么 PK？ 当场，哎，我跟你这个 PK， 让大家见识见识，行，行吗？就他这路话，您见识见识，我跟他这 PK 啊，看看到底谁胜谁败，好，行吗？当着朋友们，我给大伙唱一段快板书，让你来猜猜我唱这哪段？行。你准不知道，因为你啊接触的面比较窄。我小时候这么大我就学快板，现在你想我都你是耗子是吧？耗子干嘛？就特别小，形容特别小。我来一段啊。不是辕门斩子哈。辕门斩子啊，我会吗？
他那唱的那是那个什么河北包子那种艺术，河北梆子那是那叽撩叽撩的，咱不唱那个，能用这个吗？他那能用这个吗？咱这是快板书，你听着啊，唱着哪段？这跟我师傅学的，你看看郭德纲师傅侯耀文，我也有师傅，我师傅教我的，说打完板一喊儿啊，这准有答应的，你看看，还真灵，我真灵，这是我特点，让你精神集中，我集中呀。华蓥山，巍峨耸立，万丈多，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锅，赤日炎炎，普照大地如烈火。你太不礼貌了，我唱着半截唱好好的，大伙儿刚要鼓掌要起尖，你这什么动作？别唱了，这段我知道。这是什么动作？这段我知道。说不知道？凭什么呀？我知道啊。你要说错了等于不会啊。我这哪段？我说不错。这哪段？劫行车。我们这玩意儿分派知道吗？分派知道。这是什么派？苹果派、蛋黄派。你这李派。行啊你啊，你给我杵瞎了。哎，你有两下子，你长能耐了，这是谁教给你的？我也霍传教给你的吧？我有老师啊。你有什么老师啊？你老师最腻歪这个，我真正啊，这算热身这不算。我再来一段，你还别说知道哪派，你给我接上下句来。于谦唱评戏，一见大水扬长去，不接下句吗？你给我接下句。行，你给我接上下句来，我算服你了。行，你能接着下句，咱俩掉个儿，我是你儿子。行，来，你这这不掉个儿，我是你儿子。你看你老说这实话，你看没你唱，我接下去，让你精神集中，甭有这鼓励。接下句啊，我说的是高岗山上有两只羊，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。来，接下句儿。来，接下句儿。我接你奶奶个孙子！我你看这个人呢，恼羞成怒，他接不上来了，一生气一着急，我接你奶奶，我奶奶孙子不还是我吗？你说这话有什么用？我奶奶就我一个孙子，你干嘛？没有这么一段。有这段传统节目啊，叫什么名啊？这段叫《两只羊在山顶上的爱情故事》，对不对？这段子这字儿比这段子还多。你管得着吗？你管得着吗？这是基本功。说相声的没有不会唱快板的，水平有高有低，能耐有大有小。当然了，但是都得会唱。另外的基本功，什么绕口令啊，什么那个贯口啊。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，不吃不得不得皮儿，每天背这个，这得练呢，得练吗？是啊，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，对吧？啊，猜吧，啊，你看看，随时随刻得考验他的脑子，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，这是谜语，猜，我不知道，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，谜底什么？葡萄干儿。哎呀，多可气！这么些个题了，你就没一个答上来的。这吃葡萄不得不落皮儿，我说20年了啊，我没想到它是葡萄干儿。你再说20年，你也想不到，你脑子不行啊！哎，今年多大了？33了。33岁，连这都不知道，你枉活30多年，枉活30多年。别看他这个反应啊，脑子这方面差啊，但是他这身体素质不错。对，对吧？每天锻炼，嗯，每天啊跑，为了他多活多长远的活些日子，对不对？我刚33，我不至于有这种想法。这养生啊，健身嘛，健身谁不愿意长寿啊，对不对啊？你，我就希望你健康长寿。喂，谢谢您。怎么样？我希望你健康长寿，对不对？看看你是不是学过击剑？学那玩意儿干嘛呀？就是你呀，针对性。希望你健康。今年多大？33。33，我希望你长寿，再活两三十。两三十。
你再活俩三十，多好呢！您祝愿我活到93岁，没有必要。这话多干得慌啊！那干得慌啊！不是您俩三十不是60年吗？那多耽误时间呢！啊，希望你再活俩三十。怎么俩三十啊？俩三十啊，就是10:30、11:30。他给我说死了。嗯，纪念侯先生有一陪葬的吧？健康陪葬，10年前就应该去，没有说过10年想起陪葬来，知道吗？哎，10年前你跟着一块走，不就完了吗？凭什么呀？就是你不是喜爱你师爷的艺术吗？你不是崇拜侯先生吗？对不对啊？再崇拜我也没有就直掉自杀，我就得奔那儿去。这表达你一个心情啊，表达你一个心情啊，要不然你应该崇拜那个谁？谁呀、啊？崇拜那个另一位相声老前辈，说名字，王长友。王长友也好啊，崇拜他吗？崇拜啊。哎，你应该跟他一块走，他是你出生转天死的。跟他一块走就完了。好，我这倒车来了是吗？多好，你跟他走。我这出生一天，明儿还没起呢，我奔王长友那儿了。你提前起好的嘛，王金平嘛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你出生一天的时候，那还不喜欢相声，所以你不跟他走呢也正确。我让你给我安排了。现在你我想你跟谁走啊？你怎么算死得其所呢？你为什么非得给我说死？这我就想怎么能让你瞑目。我这意思，我明不了目啊！不是你，不是这人呐、啊，他说相声没良心，他这人眼神不好，非近视眼，非上医院激光让他激一下去。我说你呀、啊，别激，你没事弄点那个眼药水啊，点一点呢、啊，他就明目。嗯，他是这意思。啊，你这意思，哎，让你明目，眼睛亮一亮。甭褶着说，明目了吗？我明不了目，你死心吧你。你看这个相声演员台上就是爱瞎逗，嗯，我老跟他逗，对我老是我是他老逗。老跟他斗，他老这话里行外，他找着便宜。不是老斗，这玩儿，老斗着玩儿，他又气短了。说相声的不能气短，说相声的眼神必须要明目。对，知道吗？说相声眼睛有毛病的说不了相声。是，眼睛对眼儿斜视这都不行。嗯，对眼儿说相声，两个黑眼珠往一块找。哎，生活中电视上大家见过吧？嗯，有演员故意学的啊，有的人本身就这样。对，对眼儿一说相声，不用说词儿，大伙儿就乐了。你学学对眼儿说相声，前几排看得清楚啊，都这样一鞠躬。这回我们给您说段相声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。这样不用听他的艺术，嗯、一看这模样您就气乐了。气乐对眼不斜视也不行。怎么叫斜视？两个黑眼珠不是往一块找，往一边斜啊，要往右都往右。然后一斜视，跟朋友一聊天啊、嗯，朋友站在这个位置，哎，你要是这么看，看不见他。对，你脸冲这边，才能看见他。还真是这样。要大哥您挺好的，有时间咱一块喝酒啊。你怎么不上我家玩去？哎，大哥您别走啊。哦，没动。你都喝了，他一晃脑袋，他以为人家走了呢。斜视，你走马路上老这样，上台这样不好看。对，不知道斜斜眼说不了相声，斜眼你可以做当诗人呢、啊，或者说是当一个文学家呀、啊，这都可以。干嘛非得当诗人？你看看仿古啊，谁？古代有大诗人就是斜眼啊。我一提2700多位朋友都得点头，都知道陶渊明。知道吧？不是陶渊明啊，你见过陶渊明照片啊？不用见照片，他那个诗里头啊，用自嘲的方式他写出来了。怎么写？诗里边写出来了。你念。大伙回忆，我一提这两句啊，家喻户晓。嗯，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陶渊明写的。这怎么都是斜眼？就说自己斜眼啊。你介绍。您分析这词儿啊？嗯，采菊东篱下，在东边采菊，悠然见南山，看见南边这山了、啊。这不斜眼吗？你也是瞎琢磨。东篱下的悠然见南山嘛，对不对啊？那斜眼呢？您说不了相声。嗯，嘴里有毛病更不行了。那真是。口齿要清楚。哎，得利落。每一个字呢，要送到各位朋友耳音里边去。嗯，咬舌、见舌、大舌头、结语，说不了相声。哎，这差点了啊！你比如说大舌头，儿化音说不了，儿化音1、2、3那二说不了。对，哦，大舌头一说哦，针尖鼻管点跟眼儿。都是儿化音，对，什么意思呢？针不有个尖儿吗？是啊，这针尖儿，那个笔管不是圆的一个圈吗？啊，这叫笔管儿，嗯，一个点儿，一个眼儿，哎，这俩，哎，针尖儿是个点儿，笔管是个眼儿，嗯，针尖儿、笔管、点儿跟眼儿，要大舌头说呢，可乐了，怎么说？周焦、笔管、屌跟咬，这一个有用都没有，说不了，
对吧？大舌头带着朋友出去了，看你个熟人一介绍，容易闹笑话，是吗？哎，老四，先别走呢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儿子。你看，这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怎么？哎，您赶上这角了。你看，哦，人是儿子，这儿他说不了，他说儿子，我叫鹅。你看看，他就是这叫什么呢？大舌头。大舌头说不了相声，是啊，你看其他的结语更不行了。结语是什么意思？结语俗称就是结巴，哎，结巴磕子，磕巴嘴子，儿子学名叫口吃。对，口吃说不了相声，是口吃人一般都是急性子啊，他很多话都想说出来，跟马路上堵车似的，都想过去，谁也过不去，他着急。你要是慢条斯理的，把这些话整理好了，想好了，一句一句往外说呢，就说出来了，就不想说了。你看这位也不什么，他着急呀、啊，他这些话跟他又跟那个毛线似的，都缠一块了，一团乱麻，都想说，都说不出去，那就造成结巴。哎，啊，结巴不能拿得开心，当然，拿结巴开玩笑本身就有罪，是，别奚落人家，别拿人找乐。我们门口住着几个小伙子，他们呢？小伙子爱拿这个结巴先生开玩笑，这态度不好啊。我们有一张大爷，60多岁了，哎，打年轻时候就是结巴。这小伙子呢，老拿人张大爷开心。他们怎么开心？张大爷，您给我们学一个鸭子叫，我们请您吃白瓜子儿。嗨，这不拿老头找乐吗？就是。张大爷不高兴，去玩去吧。对，我不给你学那鸭鸭啊鸭。啊呀，鸭子叫人不学，我也不吃你那白瓜，啊瓜，啊瓜瓜瓜，啊瓜瓜瓜瓜瓜，就瓜子儿。你瞧瞧，不学不学，还学一回，又学又没吃上。这个小青年设计一圈套，你说这个玩意儿，你学不学都得让他学上。玩老头多可气呀、啊！真正这个结巴呢，我们是研究说话的规律性，哎，不是拿人家开心。对，相声语言艺术嘛，啊，真正结巴分三种，哪三种？前结巴、中结巴、后结巴。您还真有点研究。哎，结巴这位置不一样。哎，这前结巴是怎么个结巴？举例子说吧，碰上朋友问这么一句话，怎么说？你到哪玩去？哦，五个字是。看吧，咱普通人，哎，大哥，你上哪玩去啊？大伙儿就明白了。对，这结巴呢，前中后不一样啊。前结巴在你字儿这儿，他找不着，找不着。头一个你字儿可费劲了，多的找着这个你，后边四个字一点也不结巴，是特别快说出来。您学一学啊。结巴看见朋友了啊，想问一问，哎，哎，你哟，逮着这你字儿了啊！逮着了，逮着你字儿，他不往下说。他在你字上他转，是吗？来回转圈儿，多的从你字上转出来，后边四个字不结巴啊。哎，你说，哎，你，哎，你，哎，这你，你说到哪玩去？这几个字一起出来的，后边四个字到哪玩去？特别利索，一点也不结巴。哎，这是前结巴。那中结巴呢？中结巴在道字上的转。您再学学。你跟道能连起来。是。哎，你道，你道，他歇会儿了。你道，哎，道。你到，哎，你到啊，到，到哪玩去？还得来个小嘴巴，不借这劲儿，这还说不出去。郭德纲说的对，这肌肉是有记忆的，打一下说出来了。你到哪玩去？到哪玩去？说说。中结巴，后结巴，后结巴在这个哪儿上？他找不着了，这差一点了。哎，你到哪儿？你到哪儿？你到哪儿？哎，歇会儿。哎呀，你到哪儿？到哪儿？玩去哟！他在那发出去了，他让人玩去了。你看这玩意儿，不像话。前结巴、中结巴、后结巴，是闹笑话。因为这个呢，还我还看见过实事儿啊。我是天津人，天津海河边啊，有一个退休的老大夫。义务按摩是吗？穿个白大褂，光头，姓刘，叫刘宪伟。刘大夫给人义务按摩。有一位睡觉落枕了，坐着椅子上，
刘大夫照脖子这儿，走，没别的能耐啊，手把劲儿大，好，走，底下这兴奋了，好，嗯，走，哎，好，这夸，再来来，走，说天津话，摁泥儿里了，走，下边哎，好疼。你说这玩意儿受得了吗？这位好像吃螃蟹的掰碎，爱加形容词儿。你说疼，人不就停了吗？你好好，人以为夸他呢。你这玩意儿，看完这个往前走，我得吃点早点去啊。嗯，吃早点，我来碗豆腐脑，坐那儿正吃呢。哎，又来一位，也买豆腐脑。哦，给完钱了，换了一盘，拿盘这边领豆腐脑。领完豆腐脑，人给他盛完了，有一样佐料，人得问他要不要什么呢？就是这辣椒啊。有人吃，有人不吃。人盛一勺辣椒，问他这怎么样？这够吗？这位一看，哎，少，哦，一勺嫌少，爱吃辣椒，再来一勺，哎，少，好，两勺嫌少，再来两勺，哎，少，好，四勺还嫌少，再来四勺，哎哎，少，八勺辣椒还嫌少，没见过这么爱吃辣的。少少，干脆这一盆都给你，扣里一盆辣椒都扣上了，是扣上，他也说出来了。他说什么？哎哎，少少放点，这都耽误了。你说别搁行不行啊？你说停不就完了吗？对，我以为你嫌少呢，你这怎么吃这个？全红了。干脆我再给你盛一碗吧。人家还真不错。你上那边交十块钱去啊？这十块钱什么钱？十块钱辣子钱啊。这辣子都卖钱了，都给他了吗？嗯，我吃完早点出来一看，这边啊，有一小百货店。哦，百货店就拉货呢。嗯，小型的货车，后边也没棚子啊，就是那敞篷那种。嗯，搁完了货物，拿绳子捆一下，是要不车一开都掉了。那是，这活一人干不了啊，最少俩人。这俩人得较劲，挺粗的绳子，韧过去，拽过来，俩人一块使劲。嗯，一个叫号，一个使劲。是，这位一叫号，哎，累。勒勒呀，就勒呀，哎，勒，嗯，天津人，这位使劲，走，好，哎，勒，特，走，哎，勒，走，哎哎，勒我手了，快放开，哎，你说这个玩意儿，都是这个，非得加这虚字儿。你这玩意儿不闹笑话？手指差没掉了，勒他手了，这都是我看见的，亲身经历也不是没有。哦，还有，在咱们北京王府井大街，嗯，跟长安街交口那儿有公交车站啊，我在那儿等车，嗯，排队排第二个，是一会儿车来了得上车呀。对呀，没等车来呢，闹笑话了。哎，你讲讲，打我右手边啊，来了一小伙子，嗯，三十来岁啊，背着个书包。看这个形象这状态啊，像外地的朋友。嗯嗯，不认识路哦，走到站牌子这儿看看站牌子，看看我前面这位。嗯嗯，打听打听。嗯，还挺客气，一鞠躬，哎，阿童，阿童，阿童童童，阿童志，这是结巴朋友。哎哎，这个车到不到那个百哪儿？啊，百啊，白白哎哎，啊，百货大楼啊，百货大楼到哦，到不到百、哎、百货大楼啊？这怎么没有啊？到不到百货？这位呢？你要认识，你告诉他。嗯，不认识，您说对不起，我也不熟悉，这不挺好吗？啊，他不理人家，看他一眼。哟，这态度可不好啊！看意思是看不起他，这还死心眼儿，非得问他。他呢？哎，朋友，我问你点事儿，这车到不到那个百？着急呀，啊，百货大，啊，大大大，啊，大楼，楼，前中后他都占了。哎，啊，百货大楼啊，五官就挪位啊，到不到啊？还没理他。嗯，这位有点生气了。哎，你怎么回事你啊？着急了。我们外地来的，到北京不认识路，不得打听吗？打听要找比我还偏远的，那不白打听吗？对，别说了。就得找你这么不认识，像北京人跟你打听吗？你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呀？你太不像话！那北京精神大牌子写着，你都忘了吗？哎，爱国创新高，包容厚德尊重街坊，是不是？最后一句是我加上去的，瞎讲。你为什么你不说话？为什么不？
脸都憋红了，着急呀、啊！我一看这先生，您别跟他怄气了、嗯，他这素质确实太低了，哎，不像话！您不是打听路要紧吗？嗯，百货大楼不用坐车，顺这条街往里走，左手就是百货大楼啊！快走吧，受感动了，是拉着我的手，谢，谢，谢！我说别谢了，有谢这时间，你都到了啊！您还是疼疼。把他打发走了，我得说说前面这个，跟他聊聊。哎，我说小伙子，我说你有点不像话啊！趁车没来，我得说你两句。你人家外地朋友挺着急的，说话又费劲，挺吃力的。跟你打听路，你要认识你告诉人家，嗯，不认识你也说句话。对，你怎么这么大架子呢？你为什么你不说话？哎，批评他，他一解释把我逗乐了。他说什么了？嘿嘿嘿，我啊哟啊我。啊！我不能说话，怎么了？我要一说说话，我们俩就得打啊啊打啊啊，就打起来。因为什么？他肯定说啊啊说啊说我学他，对，俩结巴就是。我一琢磨，这小伙子做的对，嗯，真要一对话，这到不到那百货大楼，这说了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是得打起来，接着打架。一会儿车来了，我们俩上车了，哎，一上车才知道，嗯，不说是不说呀，啊，一说还真爱聊，哦，爱聊跟他聊啊，排队的时候就认出我来了，哦，因为口吃不好意思说话，你看已经说上了，那就聊吧，说起没完了，说的什么？刚才我就看暗处你来了，嗯，你德云社说啊说相声的。叫那个高啊高高高高，我说高峰，对对对，高峰说不错，嗯，不错，就是你那个捧哏的差点，是吧？我看还不如我呢，是吧？这结巴好不了了。你说最好的那段叫那个绕啊，就绕，我绕口令，对对对，绕口令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的葡萄到吐葡萄皮儿，说的不错，你那嘴说实在的，那好，比我利索。废话呀。得到他的鼓励，我挺欣慰的。嗯，一会儿车到站了啊，车门一开，上了一姑娘。哦，来同志，长得非常漂亮。呵，前门上车，奔到后门走啊。后门有一空座啊。嗯，要我赶紧坐下来。歇一歇。这姑娘不然，这女同志穷讲究。怎么讲究法啊？一拉皮包，拿出张纸巾来。嗯，擦擦这个座啊，其实没有用。擦完了那纸呢，又塞回去了。换张干净的接着擦。嗨。擦完又拿条手绢又擦，至于不至于？擦三回，他坐下了。嗯，旁边人都撇嘴看不惯。是，刚一坐下，没有这么巧的了。怎么了？这是？这姑娘坐那儿放个屁呀？哦，声音还挺大。嗯，跟我上车这结巴朋友听见了。哦，说了一句话，全车人都乐了。他说什么了？哎，高老师，哎，你看这姑娘多爱干净。怎么了？擦三遍都不行，她还吹吹。下面请欣赏卖布头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好家伙，这都是找于老师的吧？哦，都找于老师，有一个找我的啊。谢谢啊，还有没有啊？就没了。这个看着高老师在台上说相声，嗯，特别的感慨啊。怎么？谁呢？这照说一半照相，去吧，座丢了啊。到我这比给你送花的好看。还正经。嗯，我们认识高峰的时候，他才十几岁。啊，小孩呢？刚才在后台，我一看这后脑勺这都秃了，啊，都谢顶了。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，那是别出感慨啊，是吧？来那会儿小孩，现在闺女都老大了。哎，对，都有闺女。他媳妇原来是德云社主持人。是啊。嗯，生孩子那天给我打电话呢，给你啊，哥，生了一闺女，对不起啊。我说嗨，怎么那么别扭这话？哎呦，高峰来了，挂了。哎嘿，就为躲他合着。
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啊，咱们得好好说相声。那是，这么些人爱看咱们，嗯，好好的说，把身体弄好了，哎，身体棒棒，多说些年，嗯，七十八十还能上台，多快乐，那才好呢嘛。九十一百那是幸福，哟，一百岁啊，一百二啊，嚯，一百四，我操，不嫌多，一百四还说相声，那我有一天真一百四说相声，这是个乐趣啊。谁的乐趣？我的乐趣。哦，我一百四，我从台口我走到这儿啊，我得走一个钟头。一个钟头，大伙儿也有原谅。到这儿我就得扶着呀，拄着桌子了啊，老艺术家了啊，能站住了就不错。喘半天，一百四，喘半天，吃药啊，现吃药，吸氧。嚯，来俩人扶着我站会儿，别上来好不好？哎呀，哎呀。大家好，哦，我是那个说相声的小学生，还小学生吗？我叫郭德纲啊。介绍一下于老师。哟，我也来了，在这个盒里头。哎，我怎么都在盒里了？我今天是纪念于老师去世一百周年。我多少年前就死了，合着。来吧，跟大家见见面吧。我怎么见面啊？把这盖儿打开。这就要见面，但是我不能把它举起来。为什么呀？我一百四了啊，我准得有帕金森呐。那就是哆嗦了，这一举这个，哎呦好，您给我挫骨扬灰了。这是给你扬了倒没有什么啊，关键是我有鼻炎。鼻炎怎么了？打喷嚏里多难受。哦，您有鼻炎难受不行。嗯，把我扬了您没往心里去了。关键这一盒也装不了多少。哦，对呀，我就这一盒，我演不了几场，我怎么办？就是你会耽误我的收入。哎呵，那怎么办呢？上场门来袋水泥，这干嘛用？头上场咬一盒就行。哎呀，我骨灰见面还掺假呢。玩笑说玩笑啊，咱们能把爱好跟工作合二为一，嗯，这是祖师爷恩典咱们，这是幸运的事。当初没有先生收咱们，干了这行，嗯，哪有这种幸运？就干不了这个了，不容易。列位，嗯，纺织女工都这么爱纺织啊？那不能。炼钢工人就这么爱炼钢啊？怎么能够？工作，哎，但如果工作兴趣是一回事，那是一种幸福，真好啊！哎，我们俩人，我们也没有别的爱好。啊，说相声最大的爱好。哎，我别的爱好就是唱戏说书，这是最大爱好。哦，谦儿哥是抽烟喝酒烫头。嗨，那也是爱好。骑大马。哎，喜欢马。哎，我骑一上小猫。那是驴，那是。哦，阿凡谦儿。就别瞎起名字了。一番迪。行了。金圣叹有句话说得好，怎么说的呢？没有爱好的人不要跟他交朋友。为什么？不管是吃喝嫖赌、吃喝玩乐，你一定要占一样。哦，若这个人没有爱好兴趣，不要跟他来往。为什么？因其无志性也。哦，这是原话。一点爱好都没有，净琢磨害人了。哦，一定要有个爱好。哦，这是好的。哪怕您那个抽烟喝酒，我觉得可以。我很谢谢您。到后台坐那儿，谦哥就是来一根。我要照这么抽三根我就得肺癌了。我烟头都吃了，多大瘾呢？我这是好抽烟喝酒也行啊，喝酒在后台喝多了，拿筷子当鸡爪子吃一根半。哎，我也不怕扎着啊，老烫头。我说你不烫，不烫不行，头发不好看。对，我说我给你弄个帽子吧。啊，找那个好些个五十块钱一张的，给他叠了个帽子。五十？那是绿色的吧？您的显得有钱吗？显得有钱能一百多好啊。挺好挺好，没事、我就是聊前天嘛，是吧？啊，哎，抽个烟喝个酒，跟朋友聚聚，喝个茶，哎，挺好。这好，或者听听相声来，这是爱好啊。当然有人说了，我不爱听相声。哟，哎，谁来说相声我不爱听。哦，不听就不听呗，别较劲。天下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和一个艺人被所有人都喜欢，哎，不科学。嗯，不听就不听，别较。看电影去。哎，啊，我不爱看电影。哦，回来听相声。
就这么俩选择呀，你不得干点什么吗？是不是？那就这俩来回，对不对啊？嗯，啊，我就不爱，也正确。嗯，啊，很正常。你花八个亿拍电影，拿一万个奖，我就说不如耍猴好看，你能弄死我吗？个人爱好不同嘛。艺术首先是生意。哦，我老说相声，我们都生意人。我们是生意人，尤其我们这行干不了坏事。怎么？对过商场着火，你们都能上抢东西去，我不能去。为什么？火一落，警察一来，都谁抢东西了？一万多人不知道，有郭德纲在里头。哎，好，就认识你。我们干不了坏事。哦，哎，您各位愿意去就去吧。哎，也别去啊，看看电影也挺好，是吧？谦儿哥今年电影大丰收。哦，嗨，拍了几个？跟吴京演那个《干狼》啊，《干狼》拍第二了。等会儿吧。真的，我就佩服他。要咬着怎么办？我什么乱七八糟。啊，那叫战狼，站着是吧？对，那谁这就是啊？您别胡说八道，就叫战狼，战狼是吧？啊，挺好。嗯，谦儿哥好看电影，好演电影。是啊，出了三 D 电影，他每回他都去。三 D 电影，三 D 电影说就跟在眼前一样。哦，我没看。哦，去了不方便，他行。嗯，三 D， 打他坐那，哦吼，哇啊！当真了，戴着眼镜跟着，好家伙，真爱投入。旁边的都看不过去，要死了！打，哎呵，打什么？打电影院出来，谦儿哥还夸呢。嗯，三 D 电影真实。哎，旁边打真打没看见，合着真实啊！那可不真打吗？挺好。嗯，向于老师学习，别学了。是这些年电影我也没少给人帮忙，也拍不少啊。啊，大伙儿也都赞扬我啊。赞扬。郭德纲拍都烂片啊。哎，哈哈，这叫赞扬。其实这也挺冤枉我的。是吗？迄今为止所有这些电影啊，嗯，都是人找我来帮忙来，都是哥们儿。哦，来帮忙来。嗯，我能用你就好吧，去呗。啊，好些个戏到今天我没看过剧本。哦，也不是我编的，也不是我导的，也不是我主演。嗯，也不是我投资，最后烂片都得算在我脑袋上。啊，活活冤死啊。是啊，我也不往心里去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嗯，其实舆论也好控制，是吗？拍一个好的，一下就扭过来了。哎，我准备来这《干狼三》，好吧？哎，不，就先把名记清楚了。哦，那行。哎，我们呀，其实说句实在话，嗯，从小到大到现在，大部分时间其实都用在学习上。对，那倒是。尤其说相声的，嗯，都是我们的老师，全得学。难就难在这儿了，无章可循。他的个人张扬，唱京剧，我学梅兰芳，我学马连良，我学周信芳，你得跟他一样，连他的毛病都得一样。嗯，你学的对，综艺派我们这边不行啊。嗯，你跟先生一模一样，必死无疑啊。对，学的是那种感觉，而学的不是他那种技术特点。是，难就难在这儿了。嗯啊，我们过去也有那老师，就学张三，就学李四，跟他一样，俩人录音放在一块儿，观众听不出来是俩人的。哎呦，啊，他上场观众就不乐。啊，因为每个人对幽默的理解和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。哦，说相声更多强调的是天赋。对，而且走了街上看见谁，哦，这人这样我得学学。嗯，哎，这我得学学。嗯，他爸爸我就没少看啊。学我爸爸。你哎呀，老头富贵的时候什么样啊？老头落魄的时候什么样？哦，学完你脑子里不一样。那当然，他爸爸当年能说吗？你们倒挺大方的是吧？您都说到这份儿上了，那有什么不能说的就说。他父亲当年是富家子弟，咱都说过了啊，纨绔呀，纨绔子，纨绔。后来万贯家财也有坐吃山空的时候啊，老头也落魄了，就没钱了。有段时间做小生意嘛，做买卖了，先是智障。哦，什么的智障？就是缺心眼儿。智障吗？制作手杖。这什么工作呀？这是买那木头，自个儿雕龙绣凤，然后在这儿卖的，制杖的，制作手杖，有一年左右。哦，有日子管着就好吧。那是一年左右。嗯，后来他爸爸就改了。嗯，犯贱。是因为制杖所以犯贱吗？不是，贩卖宝剑。太难受了，这名字。就是连制杖再犯贱三年多。好家伙，做买卖。吆喝怎么弄？我们看完了，哎，老头这好，啊，有这手，因为这是我们的功课，这也是功课。小生意人的吆喝对我们来说是功课，
哦，生意人的吆喝我们也得学，这叫祸生。哦，现在也没有了，现在跟街上你吆喝就城管就来了啊，这打跑了，正找不着你呢啊。啊，过去来说小买卖人全仗着吆喝，那是广告啊。北京城卖菜的过去那跟唱歌一样好听啊，挑个扁担前后箩筐啊，十几样青菜哦，叉着腰挑着扁担、嗯、这在耳朵这儿捂着，哦，拢一拢耳音，什么味儿啊？香菜辣青椒，哎，够葱炖青菜，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，买大海茄，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，那了眼儿嘞，香椿嘞，蒜儿嘞，好韭菜。一唱一大套，卖菜好听，说相声不容易啊，不是光台上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就能卖票两回事，那是你得有正经玩意儿啊。嗯，见了功夫、啊、站在长安街上就这一嗓子啊，通县都听得见，声音就那么大。通县还有一卖菜，哎嗨，那说俩卖菜的，过去炸油条的也吆喝，就哟，炸油条怎么吆喝呀？现在北京的油条都吃不了啊，我老看你炸油条的运气，怎么这么长黄不拉几的，一瞧就，我你这油条就是铅笔啊，啊，铅笔。过去油条吆喝起来好听啊，怎么样？哎呦呦青哎，面儿又白，扔到锅里的飘了起来，越炸越炸，赛过烧鹅嘞，好大个的那是油炸棍儿哎。嘿，哎，炸油条这叫油炸棍儿，光有手艺都不行，你还得有嗓子，还得能吆喝啊。到天津炸油条了，还有一种吆喝方法，什么味儿？炸了个圈，圈里套着杆，木连僧九母到西天，打开了丰都城，砸开了鬼门关，放出来十万六千的恶棍儿嘞，棍儿嘞，炸酱。哼，还有典故，炸油条有学问啊。嗯，现在油条真是，我是天津人，天津的，打小吃天津油条。哦，得够一尺，那好，枣红色的，炸得透。说这根油条不够一尺，嗯，从别的油条掐一块补给你，就这么实诚，也让你够一尺，嗯，又酥又脆啊。这边吃那边枪毙，你爸爸都不心疼。对，那是你不心疼，我不光不心疼，我还得来碗豆腐脑。哎呀，没有这么举例子的。卖包子的过去也吆喝呀，卖包子呀，啊，包子不一样。哦，汉民的吆喝是包财。怎么吆喝？包菜好卖我的面儿嘞，尝点包拿着包，尝尝包根馅儿的。这是大菜。嗯，贵叫清真是小孩吆喝，小人家回民的包子，小小子小伙计，嗯，童子音一叉腰，嗓子也足，吊门顶在这儿，什么味儿？新肉的吃了哩，包肉的哩，发了面的包儿又热来。对，好听着呢，贵叫清真。童子音儿，山东济南，嗯，就过了咱那火车站，老火车站啊，天桥底下有一蒸包子。哦，吃包子吃包子，一口咬出个牛犊子来着。嚯，牛犊子都出来了，多大个的包子呀！把牛都包子里头了，你瞧瞧，形容这肉多。哎，天津包子四海驰名。对呀、啊，狗不理不吆喝，怎么呢？坐上啊，大生意啊、嗯，走街串巷卖夜宵的那个包子，他吆喝。那怎么吆喝呀、啊？十冬腊月。啊，夜里边十一二点哦，有打牌的散了，嗯，有看戏的回来了啊，晚上饿了要吃夜宵哦，胡同里边来老大爷，这是七八十岁，挎一小竹篮子，里边有几斤包子，嗯、啊，上面盖着小棉被儿，哦，走到胡同里边不能大声吆喝，怎么？有人睡觉了哦，怕吵。俩字儿肉包，怎么叫肉包啊？肉字出来还挺大，嗯，包字特别的小，什么味儿啊？然后。喝在这儿呢啊，嗯，爸，嘿，半夜十二点啊，睡醒一觉哦，支棱耳朵一听，胡同里边大爷来了，嗯、啊，然后睡你的哦，睡早晨上班，洗脸漱口，推自行车一出胡同，你听那儿啊，爸，哎，才来呀、啊，昨晚上没走，现在做生意的很少有吆喝，嗯，前两年我倒瞧见那个，我回天津，嗯，天津街上有一卖盘的大哥。卖什么？
是你们老看见的。这谁老看见的？现在可能都没有，现在没人看盘了哈。光盘呢？光盘 VCD DVD 哈。哦，我们当年倒退新疆，这都好东西。是我第一回见就是他给我的。谁？我。我们家都没有那个 DVD 那个什么机器啊。谦儿哥拿了一张。嗯。哦。接过来一看。啊。上面有个画，是个外国大姐姐。啊。哪儿拎的叫大姐姐呀？然后有外国字儿，外国字儿我哪认识啊？那是。底下一行中国字儿，写着18岁以下严禁自己看。哦。咱也不懂啊，没用啊。嗯。给你吧。拿回家了，这点他很孝顺，是吗？18岁以下不让自己看，就跟父母一块儿呗。跟父母一块儿，把他爸他妈叫来，三口坐好了，嗯，统一光盘，合家欢乐。啊呵，他爸爸没打死他呀？哎、是得打呀、啊！是不是你把机器弄坏了？怎么？怎么那个衣服都放不出来？对，没听说过，那是机器的事儿吗？那啊，把这盘留下，我好好检查检查。哎。对留下的就是啊，就是当年，后来就特别时兴看各种光盘哦。但是这个都犯法的，不让看，多新鲜呢！街上有卖着盗版盘的哦，拿一这么大一大挎包装着，一沓一沓的啊。是啊，我在天津，我瞧见大哥卖这盘啊，哎，站在胡同口，叉着腰，踩着旁边咬着牙子，哦，一手攥着一沓，这还吆喝，天津人，哎呦。看光盘，看光盘，嘛都有 啊！有男的，有女的，有男的跟男的，有女的跟女的，还有你妈小动物啊！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多大胆子呀、啊！这是，哎，他都得枪毙啊！关键这词儿太不雅致了。说的是，所谓的货声指的是小买卖人的吆喝。嗯啊，比这个吆喝的再热闹的，就是过去单有一种叫卖故意，故意。旧衣服哦，家里穿不了了，旧衣服卖了，他收走了啊，洗一洗，熨一熨，烫好了，跟那儿挂着。是，不管是皮袄、皮袍啊，什么、嗯、什么都有，西装啊、大褂都挂好了。哦，哎，有的在店里边卖，有的在店外边摆个摊儿卖，摆摊儿。哎，也有伙计站这儿拿着衣服吆喝，这怎么吆喝呀？北京天桥净这个啊啊，拿了一件皮袄，怎么吆喝啊？精故意吗？是，这一件那个皮袄啊。原来是当儿的，哎，不错，哎，您这句接得好，是吗？旁边还有站一搭茬的，不错，哦，还真有这么一个，来这样了，我给您接这个，好，这一件那个皮袄啊，原来是当儿的，哎，不错，取的有儿黑呀、啊，裤短的面儿啊，不错，瞧完了面，嗯，翻过来，哎。你看看筒子吧，不错，这皮子是九道弯哦，起个名儿 啊，叫三样开泰的吧，哎，不错，不管多冷的天儿，嗯，刮多大的风，是下多大的雪，哦，穿上我这件皮袄怎么样？冰地里睡觉，嚯，在雪地里去冲盹儿去吧，不错。你怎么会就忘了冷啊？皮袄好，把你给冻挺了。这冻挺了，这什么呀？这废话啊！有冰天雪地外边睡觉了吗？就说的是呢。啊，北京天桥就是卖这个，好听。天津也有卖故意的。哦，一进那个红桥区那个故意街，是是，就天津那大老爷们儿，哦，拎着这么一件，嗯，悠悠散散啊，哦，耍，没有说过做生意，精神没有。哦哦，就这么着，谢总的，天津的老爷们儿怎么叫啊？你瞧，谁买谁见皮袄啊？原来是当儿的，也不错。太阳的好同子，吸了口的火呀。嗯，一个土地毛头啊，打了麦的穗儿啊。啊来，我就把它卖，好了我就卖了它，卖了它这个我也去呀、啊。你干嘛去？我你妈要钱去。哎，拿钱也算，卖故意的。嗯，真正说吆喝上档次、上品的什么呀？卖布头的。哦，布头也有卖，也有吆喝。过去卖布头的有势力，是吗？就我们是司令部的。怎么叫司令部的呢？整匹的布买来，把它撕成零块儿，
哦，司令部，司令部长啊，这么着解释，这样的话才能多卖一点哦，整匹出的钱少，这是生意经。俩伙计站在这儿，嗯，哎，一唱一和，哦，俩人，这个拿出来一块一吆喝，旁边那主得跟着陪衬。我怎么陪衬呢？哎，好，不错，哦，别让了，便宜了。知道吧？掌柜的，别让他赔了。这个东西哦，还拦着价，别让他赔呀，得跟真的一样。哦，拦着别让他赔了。咱们俩人来一来，好吧？我给您来这伙计，我学这卖布头的，您来拦着我这伙计，就别让了。掌柜的，别让他赔，得跟真的似的。那倒我演戏就没问题。哎，好比这是一块白布头的啊。哦，来来往往都是人，咱们得把人叫过来啊。行，嗯。哎，赔掌柜的，别让他再让就赔了。我还没卖呢，哪儿我就赔了呀？我怎么嚷早了？是怎么着？跟真事儿似的，就后来我几毛我几毛哦，你这儿掌柜长别让了啊，再张就赔了。行了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哎，行了，您出价的时候我让价啊，我来拦着。嗯，让死我了啊！来，嗯，哎，嗯。吆喝着买挨了吧，吆喝着买了我这不打尖儿了吧，嗯，不要那一桩，是喽，再来这一桩，嗯，桩桩件件打不相同不一样儿的，哎，瞧瞧这块布，是，看看这个色儿，嗯，没有包边，没有褶儿，没有窟窿眼儿，对，这是什么色儿？什么色儿？这是本色白，白，它怎么那么白？对，怎么那么白？嗯，你说怎么那么白？这我哪知道啊？这个，因为它是白的。这废话，不白的。气死头场雪，嗯，不让二路霜，气死了头号的羊白边的吧？哦，气死赵子龙，嗯，也不让小罗成。谁见过雪白袍啊？压死那个小马超。哦，不提这种白，嗯，单提这种布。是，买了家里去，嗯，封被单的、左被里的、彩门帘的，撒锅管去扒。嗯，金票金带，哼，金喜又金晒，好，金来又金拽，嗯，金灯又金踹。不，这是干嘛呢？这是，这人背后有鸡了狗子。这嗨。扎的这是十年呐，八年该不坏了他。嗯，说面子有多宽，是布皮有多厚，啊，追都追不动，这钢针扎不透了。你这多么快的剪子就绞不动他。这是布头，铁片儿，铁片儿，剪子都绞不动啊！把这气焊焊，铆钉铆，是我得了穿穿。你看大罐锅炉啊，没听说。吆喝半天，白的没人要。有，又拿出一块黑的来，黑的这，哎，黑的不叫黑，它叫青的，就是青的。不要那一桩，嗯，再来这一桩，桩桩件件大不相同，不一样儿的。哦，这是什么色儿？这个。这是本色黑哦，怎么那么黑？是，怎么那么黑？哎，你说怎么那么黑？我这又来了，这怎么着？因为它是黑的。哎，对，真正烟熏灶，这烟没掺没灰，嗯，屎壳郎的尊炕都没有它来黑。包公扎马花儿，黑了个腿儿啊，怎么这么黑？气死猛张飞，他不让黑李逵。唐朝有一位黑警逮了吧，东山送过炭，这西山挖过煤，开过两天没了厂子，卖过两天没了这不，背过两天没了这不，看过两天没了这不，送过两天没了。这不晕过两天没了，这不耽过两天没铺的二当鬼的吧？说你要不知道，哦，遇上一个敲，嗯，你够本电车刀，你上了摸电车，买张电车票，电车这么一绕的，这不叮铃铃当啷啷啊，就要到了吧？到了前门外，够本大石栏，你找了箱子号，什么瑞丽箱的、瑞增箱的、广盛箱的、颐和箱那个箱一号，那个浪子透着左边他那晃着有个浅箱一儿的，对，站在柜台那儿啊。点着名的要，点着样的挑，哦，顶少的价码得四毛八。对，没有四毛八你也买不着。怎么宽的？怎么厚的？怎么加密？怎么密？怎么字密？怎么西服大？是喽，为什么卖这么贵？啊，挑费是大，哎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，嗯，人工吃食就找他要了吧。嗯，常言道得好，啊，面子萝莉转，羊毛我出纸，在这羊身上了吧。你就别往两个电大。这个这可大了，气着点了吧？是倒在我这摊儿啊！迷宫你要香，一个样的货，一个样的尖儿，一个样的行市呢，谁还买？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牙子摆小摊儿，小门脸的小铺眼，小四号小铺点，小四号院的哪个碎把头儿的不块的吧？错不了啊！哪位先生说啊？买个头儿的怎么着？多少钱一尺？哦，占了
三角二，掏一掏尺寸的要个价的吧，是一掏五尺长，哦，两掏整一张，嗯，三掏一张五，哎，连我一块卖啊。大尺量了，姑姑您一张留了吧，嗯，卖您多少钱一尺？是啊，两毛钱一尺。两毛。哪位先生说，嗯，卖不同儿的，给我包上吧，嗯，给我裹上吧。对，两块八毛算我咬了它。好，这边都咬了，卖了还不卖了它？干嘛呀？怎么回事儿，嗯？买了生了，知道还得让它。小徒弟知道，没打手工签儿，哎呦，他精致的粗布、蓝布的大白布耳的，您要还要学好了，嗯，那就是花四哥，什么礼服呢？老太太叫毛花花花花花要找来吧。这块骨头切好了，成晒，千万的别来我们当做羔羊摊儿，卖的哪桩是万元货了吧？到了羔羊摊儿，买了万元货，拿了家里去。您要一下水，再要身上搭，又被大风刮，什么汽车、马车、飞机、迫击跑的机关枪都追不上了他啊！怎么回事？是刮跑了？废话，这块骨头啊，您给两块八，两块八，两块八要不要？是，不要不要紧。嗯，什么有的本的，我是哪个腰砖的？哎，本的冤家的叫我顶了他。您要，您给两块七，哎，再给两块六，嚯，您给两块五，涨这么两块五，心里别打鼓，买的不算买的，要的不算要，让两毛取两毛，两块钥匙车钱你得给了吧，哎，两块钱好茶要端着喝了他，大秧你就给两块整吧，涨这么两块九，你们还不要？啊，块九的一块八，一块七，一块六，一块五，他要是不要，那一块五了吧？哎，这么一块五，你们还不要？是让你毛毛去，你要毛你要毛，让你毛，你让毛毛去五块，用我这赔大发了，我这赔呀。小儿子哈，哎，咱们再叫你呢，儿子。什么小郭汾阳？这害羞了吗？害羞了。你看这边是谁啊？来，这，没问过。跟大家打招呼好吗？啊，你怕怕呀？怕怕呀？没事，我来了，来了，不怕，都买票了。嗯，嗨，这不是废话吗？啊，不，你不玩了？不玩。刚才嚷半天要上台。这属于返场。跟侯叔走完了，不跟侯叔啊。哎，好玩着呢，小孩就是这样，嚷半天上台，我上台，我上台。有的时候怕，有的时候不怕。上次站在这儿唱了一歌，唱的好着呢。郭老师的二儿子也是我徒弟。嗯，真的，真的，这不开玩笑。这是真事啊。嗯，嘿，送花的又来了啊。那给你，这给我。来就来吧，你瞧还买花，嗯，他们说北展周围卖花的家里都供着我的照片，改祖师爷了。嗯，千万别买花了，以后是吗？不好拿。哎，嗯，不好拿像话吗？弄家里有两天就没了啊。你就不如你问我喜欢什么啊？其实咱不合适，给他买去。可不，其实现在有一种东西叫支付宝，你哎，这还不会聊天。跟谦哥一块合作好些年了。是，咱可能也干不了别的了吧？咱也不会别的了。什么美国当过总统，咱也去不了了。哎，算了吧。啊，你也不叫克林顿，啊，你也不叫吧？我也不叫老克林顿。哎，凭什么叫老克林顿？看着我比你憔悴。今天是纪念我师父，嗯，侯耀文先生。是，真快啊。这十年了，一晃就跟在眼前似的。嗯，我师父这个人特别可爱，是，好多接触过他的人就说，侯三爷与众不同，老小孩儿，真是老小孩儿。嗯，他活着那会儿，我们跟那块儿出演出去，嗯，最爱就是买那个遥控小汽车，啊，喜欢那个，招所有演员台上开会。哦，啊，我们都跟缺心眼儿似的，就来了，站台上，晚上演，下午也没事儿。嗯，他躲在那个幕后头。啊，把小汽车放好，这车在台上弯弯跑啊，撞人玩，开心，嗯，特别开心，有的时候特别单纯，嗯，啊，半夜的跟我商量，你说我是明天早晨头一班的飞机赶回铁路文工团，拎着包一进门，是不是他们得吓一跳？那管什么呀？我说啊，单纯善良，这咱团长嘛，乍一见这个人呢就很厉害，是接触了之后你才会发现，嗯，单纯善良。心眼特别好，这一辈子也没吃过什么好东西，是就爱吃面条啊，吃饺子，玩着吃，
就跟小孩一样，弄一锅煮饺子，院里跑去了玩去了，聊天，一会儿进来是还没等捞呢，拿筷子夹几个吃，又跑出去了，玩会儿又回来吃，怎么吃就算吃饭了。吃面呢得吃烂的，对，煮的把那面条啊啪啪啪锯碎了，搁锅里煮，煮完捞的碗跟酱子一样，然后倒上卤，倒上酱，和了匀了。你们见过贴告示那酱子吗？就那玩意儿喝最爱吃，就唠唠唠吃。啊，他跟我说他当年年轻那边吃饭，全家人蒸一盆米饭。奶奶那会儿从当家化开了，全家那几口吃这半盆，他自个儿吃这半盆，能吃。回来之后剩下的菜他都倒这半盆里边，然后浇上水，兑上醋，和匀了。哎呀，呱啦呱啦吃。就是特别可爱，特别的可爱，单纯，胆儿小。胆儿小，从来不到医院去看病人，你瞧，从来不到火葬场去送人，上医院去害怕，这耽误就耽误这上头啊。其实去世前将近大半年，老说后背啊就有症状，后背难受，是，无论到哪儿就来谁给我撵撵，我们也是没事后台老给他撵，后台演出就给他揉背，都以为是什么颈椎呀、骨头，其实不是，那会儿就是心脏的先兆，是，那会儿也劝您查查去，我去去，不去，对，还是我算过卦，有一算卦的。啊，算他活97岁，对，他就特别信这算卦的。他死了之后，我就问找那算卦。后来人说你别找了，他死在侯先生前面了。真事儿啊，报应了。我满天下我找那算卦，我就问他你怎么算的。结果他们就跟我说，你说你别找了，真别找，那真死了那个啊。人家一辈子，你说这玩意儿，不过也好，是是、也好，来个脆的也省得受罪，哎，也算是修来的福吧。是，愿先生在天啊能够好好看着我们，我们能把相声好好说好，也谢谢所有的衣食父母对我们的支持，谢谢了啊，谢谢。整个德云社连演员在学员400多人，今年又招生了，肖子科的学员，对，又招。刚才我问了后台，我说怎么样，国庆期间嘛，这几天网上报名说将近2000人报名，现在这2000人，1试、2试、3试，我估计最后能剩个20人。也就这行淘汰率实在是太高，不容易。这个你们有愿意学相声的哈，上我们这儿来呗，来试试啊。尤其是要是有女演员，可以找于老师。不，搁到我这儿学个烫头也是好的。大部分都是我徒弟啊，学生啊，包括谦儿哥的徒弟都是我的干儿子。对啊，我因为当年。我师父还有石富宽先生，石胜杰先生，他们这哥几个最好，他们有一君子协定，就是我的徒弟就是你们的干儿子，你们的干儿子徒弟，反正互相都这个关系，我们俩也是如此，是我徒弟都管他叫干爹，他的徒弟管我叫干爹，对，但是他有一个徒弟管我叫亲爹，多新鲜，也郭麒麟那是挺好，就师师徒徒，父父子子，说相声其实就是这么一家子，挺好，你听我儿子号喊上，他要上来吗？能上来吗？让他上来，没事，他敢上来吗？你放了放了，你别抱着他，抱着他不敢。来，过来，儿子，让自己走。来，来呀，干爹。哎，过来过来。你跟侯叔在一块呢，别让他抱着脏。来，儿子，你看，你要给大家唱个歌吗？唱一白龙马吧，你唱白龙马吧，好不好？白龙马。安妮，白龙马好不好？不要，你唱一白龙马。怕白龙马啊？白龙马容易吗？白龙马容易吗？下台啊？他有一段时间在家天天唱白龙马，白龙马什么几万里，天天唱，唱到最后自己说，哎呀，白龙马不容易啊。你打着心老问这个白龙马容易吗？你招招手跟大家。下台啊？那你告诉爸爸，白龙马容易吗？容易啊，又改容易了。好吧，那你走吧，你不跟我们玩了。那走吗？走吗？爸爸。爸爸呀。爸爸。爸爸走啊。爸爸不能走，爸爸还没下班呢。爸爸早就退票了。哪个小猫啊？这拿这熊猫啊。你要这个吗？拿这个吧，叫师傅。叫师傅。哎。把师傅山上下来的。拿着玩吧，拿着玩吧，拿这走啊，那下来吧，去玩吧，他的给他，
好了，拜拜。嗯，啊，拜拜。爸爸啊，哦，你爸爸。啊，抱抱抱抱，那两户还来抱抱啊。啊，他是拿侯爷当熊猫了。嗯，这个侯爷，这是我师父的，侄子。对，哎，侯震，他爷爷是侯宝林先生啊，他是大爷的儿子，哎，侯家的长子长孙。对，啊，侯耀中先生的功夫。嗯嗯。所以我老拿逗嘛，我师父留给我的念想就是啊，非物质文化遗产啊。在整个德云社，我们这个辈分人其实不多，是400多人里边，我们这个辈分就十几个人，啊，这不多。哎，高峰这都是啊。对，老高，高峰在后边吗？来来来，老高，来来来，这一块聊。这个他师父是范老师，对。范老师是范道爱，哎，去，别瞎介绍。嗯，我师父叫范振玉啊，翻译过来是范道爱，没有，不用翻译，不用翻译，就叫范道爱。去去，您别跟人裹乱啊。他老人家就一个名字，范道爱。对，您这都像话吗？范什么？范振玉。范振玉先生。我是说他那个白净那个劲儿。嗯，咱没听说啊。范振玉当年高英培范振玉，哎，说相声里边老前辈，艺术家。范先生是他的师傅，对，是我的义父。嗯啊，2000年的时候，从90年代末，到2000几年吧，他师傅跟我在北京合作这么2-3年，是吧？啊，范先生也是说相声一奇人，那当然了，早晨4点半就起，嗯，早。他那会儿住的前门，那叫后铁厂，都拆了，现在，嗯，改造平房。京剧名家金少山先生的一个大宅子，后来分给了4000多户老百姓住。嚯，心里边有这么两间平房，外边带一小煤屋，炒菜做饭。嗯，他师傅住那儿，多低调。哎，但是我有把钥匙。嗯，我那没事也上那儿住去，偷着配的。啊，谁告诉你的？啊，然后有时候我们爷俩一块儿住。后来我教我们说书的金文生先生上北京来，我们爷仨。我跟俩老头在那儿住，我住外屋单人床，嗯，俩老头在里屋一被窝那儿睡。哎，什么人这？你这交情啊！早晨起来，早晨4点半，我还没，我一想我们这行睡得晚啊。对啊，我早点睡，2点半躺下了，4点半他师傅起来了。你看，起来先做水，做水，这么大暖壶，咱家都见过暖壶，哎，喝2暖壶水，先沏茶润润。就这一天，就再也不喝水了。你看，再渴就喝啤酒。啊，养生之道。然后这一天要抽最少是6盒烟啊，得2斤白酒，嚯，几乎就不吃饭。哎，什么叫小橘子啊？对对对，一个虾拌了烧饼。嗯，他师傅就这一天就要成仙的那种状态，你知道吗？嗨，就喝啤酒。哎，喝啤酒白酒。嗯，这都是当年老先生们一块儿也喝80多啊，也喝80多。你说这对呀，哪说理去是吧？哎，这叫什么话？这是就是这老先生，人家一辈子享福，你这么说啊？就是喝，好家伙，也是院里老太太，这个也疼他，那也疼他。对，人缘好极了啊，这挺好，反正这辈子也算值了。那当然了，行了，挺好。嗯，三位先生这一去世呢，现在怎么又三位先生？对，别说你们先生，没有，他师傅等于死两回。哦，这没听说过，这被吓死。哎，很感慨，就是那到我们这岁数都是奔50的人了。嗯，是，好家伙，啊，老高岁数最小，哎，稍微小一点，稍微太小，老高，哎，别比划，啊，别比划，你以为这尺寸，嗯，啊？老高比我们小着呢，哎，别揭短，哎，这好是真的，合着，说点正文行不行？来吧，我们让于老师唱个歌，咱热闹热闹，好吧？哎，过台了，过节了嘛，有点气氛是吧？哎，我这今儿。纪念三爹改叫过节，你师父死在过节呢？纪念日嘛，不是刚岁月嘛，是吧？哦，嗯，刚岁月过一月的，嗯，能赶上。唱一个什么呀？嗯，哎，你们点一新鲜的，我也知道你点不出什么来。十八摸，你看看，这是哪个姑娘啊？哎呀，这都是了解您的啊。什么？我这。不，高老师，哎，那个你要干嘛？郭老师，哎，我今儿别唱，你听我嗓子一直就哑着。哦，今天一个是纪念三爹的这个、哎、这个
另外一个钢丝节也就是明天啊，今天您多唱，哎，好不好，各位？刚才唱半天了，我啊，我这嗓子一直今儿就哑着。你们听高老师一段好不好？哎哎，一下就能步出去啊！不是，我对这个歌曲什么一块臀部啊，哎，什么玩意儿？什么叫一块啊？两块，一个的歌曲我唱着。他们俩人就是诚心挤兑我，因为他们俩人私交是最好的。那倒是啊，在北京来说，我住的是锦北边，北六环。他们俩在锦南边，你瞧瞧，有一天堂河，他们俩住的。哎，您先等会儿，您说那是公墓，哎，像话吗？这都住八宝山就都得烧吗？难道是？对吧？住天堂河也不能都烧。我们也不在那儿。天堂河火葬场边上有一个小区，他们俩住那儿。那倒是。哎，有一个烟景房。烟景房，我们俩看着烟囱。什么四季如春？四季如春。啊，是住炉子边上啊，常年有暖气。他俩住那儿。对。他俩私交是最好的了，关系近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吧。说说。我一进后台，谦儿坐在那儿，愁眉苦脸。嗯。我要一问谦儿你怎么了？嗯，去去去去去，不爱说。主持人我说，对，非得高峰来了，怎么了？他这才抬头。嗯，你瞧，我这什么作配？我这就跟见着自己老公似的。对，高峰这还得也有难处跟我说呀。对，咱们是最好的朋友啊。嗯，真正的朋友是为对方舔伤口的。这比喻多好。谦儿这才抬头。嗯。痔疮，去！别鼓掌了，您进来没有这事儿啊？哎，待会儿我再进来，你再看于谦。对、啊，好了，这是，那是技术不错。嗯，去！别得这么说着呢，怎么了这是？所以说他们俩有交情。哎，那倒是。我说唱一个吧，他俩互相推啊。嗯，您甭推，我唱两句好不好？哎、好。大伙儿欢迎您唱，我唱一什么呀？您说呀。花心。叫小帆呢？是谁这么疼个人啊？叫、哦、小帆老唱，这叫小帆就是京剧《四郎探母》里边做工的一个嘎调，快板转嘎调。京剧早先没有这戏，这是从河北梆子翻过来的，移植来的。行业术语叫翻梆。对。但京剧这个不好唱。嗯。八度。对对对。你唱来这样了。您来。嗯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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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。好，还有伴奏。哎哎哎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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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哪儿去？你找你师傅去是吗？唱啊！哎，干嘛又走了？哎，你看上边。我师傅拿砖歇你呢，让我躲开点，别蹭一身血啊！你就唱就完了。八度唱行，来来吧。一见公主到灵间，不由得本宫心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天法。哎，您别拍我妈呀！哎，行行行行，您别摆姿势了，不是八度吗？对呀、啊，八度前面九度到十度，天就冷了。这好，上景点了。河北野三坡啊，哎，学学你的，往上翻，那是高房。你来，我来不了。这是从梆子移植过来的。那梆子要一唱呢？梆子唱跟这个风格差不多。哦，你能明显的听得出来，京剧是怎么借鉴的河北梆子这个？你给展示展示。唱这样啊，咱听听梆子。又来了，嗯，哎，别老走，因为又走了。往上走啊！啊，就是。一见公主到灵间，不由本宫心心间真理宫门。叫天王啊啊啊！谢谢吧啊！哎。调门低，唱着不舒服，还不舒服。今天来这演出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啊，把他们叫出来，跟大伙儿再认识一下，你们熟悉熟悉啊。来来，见见面，来。这个太好了，这个太好了。啊，大伙儿一起唱一个。哎，打这边头一位，高峰高老板。应该是王总。挨着这个是我的爱徒啊啊，栾云平啊。跟我徒弟关鹤白、袁明飞、高峰、刘鹤春，跟我儿子是一样的啊。烧饼，来，
曹鹤阳，主持人是邵侯爷侯震，家属打理。这后台他也没哭一包。这个都上来了，咱们唱几句大西厢好不好啊？好。大西厢是德云社一个开场小唱，一小曲儿。这个一般逢年过节的时候唱一回，但是太长，唱全了满台这上百人，然后锣鼓家伙得唱四十来分钟啊。是，咱们就掐几句吧，掐其中的一个曲牌，叫云苏调。好，来，我领着你们大伙儿合苏啊，哎，跟着一块儿合唱啊。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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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普救寺僧人渡来送行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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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办案人等我上了龙马呀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，女儿花容啊，哎哎哎哎哎呀，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呀，哎哎哎哎哎呀，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，哎哎哎哎。